好啊，我们一起来学一学这个关于由 LLM 驱动的自主代理这个文章呢，可能发表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啊，但是那个我觉得对我们的学习的话，应该还是仍然非常有帮助。而且这段时间的话，虽然有各种各样的新的东西出来，但是关于基础的这种自主代理这种，应该还目前来讲还是比较新颖的东西啊。我们看看这里仍然是由 ChatGPT 帮我们主贴的这篇文章。这篇文章呢，它的原文也是有的，而且主要是解决这个自主代理，自主代理它这个也是提供了一个自己的思路。前面我们学这个，它总结的就是总结的比较好，就是说给了很多总结性的东西，有各种各样的。我们看看这个什么是 LLM 自主代理啊，然后这个。首先呢，LLM 的概念和应用，这个可能大家都比较熟悉了，就是大语言模型。所谓大语言模型呢，是基于这个深度学习和自然语言处理的先进模型。然后它这个通常由数亿或者数千亿的参数组成。LLM 的能够从大量的文本数据中学习，从而捕捉到语言的各种复杂和细微之处。然后它这个应用的话，这里有很多文本生成与编辑、聊天机器人。因为现在特别是有人格的聊天机器人，实际上就是说，就是说由这个 LLM 驱动的自主代理，然后在代码生成上，这个基本上其他的这个方面呢，都是有在具体某一个领域的这个应用啊，具体某个领域的，包括多模态，就是可以生成图像啊、声音啊等综合的这个执行更复杂的任务，然后它这个比较新的啊，就是比较新的就是。自主代理，比如说智能家居系统里面、自动车辆驾驶里面，比如说自动疾病诊断里面，类似于这样的一些，就是不需要人过多的去干预。像前面的很多应用的话，还是我觉得是属于这个，就是人给他一个提示，然后由机器去执行相关的这个分解并执行相关的任务。但是自主代理这一块的话，可能就是说。可能事先设好了这个 prompt 模型，然后它会利用很多这个工具就自动去执行了。然后自主代理的重要性呢，是能够在环境中独立运行并做出决策的基本系统。这种代理呢，具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性。虽然说叫自主了，但是可能很多人仍然不认同它是一种智能。其实就是说，依据环境独立做出决策，从某种意义上，我觉得。就是具有一定的智能的，要不怎么叫人工智能呢，对吧？算是人工的，但是仍然是智能。它这个有这个包括感知器、决策定制机制和执行器这样的一些，它又高度自动化，能够有一定的灵活性，能够处理复杂的任务。因为现实生活中啊，很多任务都是很复杂的，所以需要具有一些自主。就自主功能的，比如说像这个，那就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像机器人到火星上去，因为人跟人的通讯都有20分钟的延时，对吧？来回通讯有20分钟的延时，这样的话你如果是机器不能自主去做决策的话，那基本上很多这个操作可能都没法进行啊。但是呢，就是说早期的这种自主智能，可能它不是基于这个大语言模型的。虽然已经能够，甚至能够胜任某些任务，但是我觉得有了大语言模型以后啊，这个它这个像机器人，它们的智能能够更加先进，应该是这样一种感觉。然后这个 LLM 的功能和组件，要让这个就是 LLM 能够进行自主决策的话。首先呢，它要能够根据输入的数据和问题进行分析，以生成合适的解决方案或者决策，问题解决和决策制定。然后，这个自然语言的理解与生成，它能够理解用户的输入的自然语言输入，其实这个就是我们讲的 prompt，并且根据生成相应的自然语言输出，就是说这个模型最后它虽然做出了决策，它还是要用自然语言输出，让我们人可以理解。在这某些应用中呢，LLM 呢可以生成代码的片段或者脚本，
并且可能与其他组件协同进行工作，执行某些任务，这个非常关键，有时很多复杂的这个，很多复杂的这个应用工具应用啊，都需要生成这个，就是要有这个代码片段或者是脚本的。如果这些代码都是事先写好的，就是我们就有点就像我们传统的这个系统啊，传统的系统的话呢，都是事先写好的这个代码和脚本。然后多模态处理啊，能够尽量的就是。与图像、声音和其他类似的数据进行交互，为更复杂的这个任务提供支持。实时的学习与适应，而且它可以通过在线学习以及适应新的任务和环境。这点，可能大家觉得可能很难做到，但实际上我们看它这个是怎么，就是在实际去做这样的系统的时候是怎么一个做法。这是它这个 LM 的功要做自主代理，它的一些功能。它这个核心的话就是组件。我们刚才看的这张图啊，这其实就是提示了它的这个需要的一些核心组件啊。核心组件这里面要有大语言模型，对吧？要有 API 接口，要有短期和长期记忆，然后有决策引擎，然后有执行器。这里面我们看它这个是一个什么关系？这个执行，这个就是 action，然后它可以选用工具，选用很多工具，然后这个可以做出这个 plan，然后它有这个记忆，又分这个短期记忆和长期记忆，然后这个做计划的话，就是有很多这个做决策的这种方式。这个做决策的方式呢，前面我们已经讲了一些这个做决策的方式，我们看它这里面。通常有这个四种做决策的方式，这个后面可能会也会详细的去讲啊。它的决策引擎，首先我们如何将这个 LLM 呢整合到自主代理系统中呢？首先要进行需求分析，然后分析运行的硬件，运行环境的硬件和软件的配置，以确保这个 LLM 能够顺利执行。模型的选择与部署，模型的选择与部署就是将它要部署到这个自主代理系统中，然后接口开发要，就是接口呢，实际上它的感知部分，就是这个工具这一块，就是可以感知哪些信息，所以说这一块统称是工具啊，然后决策的逻辑的话，指后面这块 planning 后面这些。就是反射啊，或者是自我这个评价呀，之类的。然后思考链呢，然后还有这个 subgoal，discomposition，这个可以翻译成，应该可以翻成指目标分解、指任务分解，或者是这样的。然后多模态支持要加入多模态支持的这个，现在这个大语言模型有很多已经开始支持多模态了。然后实时的监控和调优，如果是，其实监控调优的话，在我们有了新的数据，可以一般的都可以随时进行，然后进行调整完了以后，就用新的模型重新启动，就可以，开始新的这样反复去做。这本来是，看起来是比较难的东西，但实际上应该，对于现在大语言模型来讲，它的微调，应该，并不困难，这只要环境。是满足的，有数据，有新鲜的数据。然后这个，短期记忆、长期记忆，这个叫，我们看短期记忆有哪些特点啊？短期记忆是一种临时的信息存储，能够存储少量的信息，并在短时间内进行处理。通常是存储7+2个信息项，并且在没有重复练习的情况下，这些信息通常在几秒内会消失。然后短期记忆呢？用于存储临时的数据和状态，例如传感器的读数、用户输入等等，以便及时决策时进行反应。然后长期记忆呢？长期记忆是一种持久的信息存储系统，并且具有几乎无限的存储容量和持续时间。长期记忆的各种包括事实、技能、经验等等，在自主代理系统中呢，长期记忆呢用于存储历史数据、用户偏好、经验规则等等。要短期记忆和长期记忆相结合，这里面
在这种代理系统中，短期记忆和长期记忆通常会相互交汇，以便更全面、更准确的数据支持。然后，动态适应，动态的调整其行为和决策，应该进行持续优化。其实，长期记忆和短期记忆里面呢，就是说，就是他们的关联应该是非常复杂的，就是既有应该是关联性很强的部分，也会有，我觉得应该有关联性，就是说比较弱的部分，都不能放弃，就是否则的话，到时候的决策不一定就正确了。然后关键组件，这是指后面的这个做决策的时候这一部分的，比如说这个 reflection， 这叫，这里它给中文翻译成叫反思啊，就 reflection。然后这个反思呢是一种自我评估和自我观察的过程，用于分析自主代理在执行任务过程做决策时的表现。在自主代理系统中的应用呢，反思用于分析系统的行为和结果，以识别可能的问题或者不足。这里就讲的比较抽象了，比较抽象，我们能够看一遍跟着学就行。然后这个改进 refinement， 但是 refinement 这里没有提啊，但是应该是也是属于这一块的啊，所以说决策这一块的 refinement 呢，它是就是是一种优化和调整的过程，旨在提高自主代理系统的性能和准确性。在改进机制用于调整系统的参数和规则，以优化其表现。就是优化这个系统的逻辑决策啊，优化这个代码的执行。这个反思和改进有时候需要结合，进行闭环优化。反思和改进的机制呢，通常是相互依赖，形成一个闭环优化过程。我们看这个 refinement 在这个里面有体现吗？是怎么一个体现？因为这个图里面，这图里面没有体现。对，它这里面这 planning 过，它有反思和这个。有这样几种方式啊 ，reflection and refinement。其实刚才这个地方应该是 reflection and refinement， 这 subgoal and decomposition， 这是指目标分解。它是这个举的例子，这里所以说这里没写全啊。然后还有一些这个，常用的 API 工具。采用的 API 工具呢，我们知道一般的像这个 RESTful API 啊，就是可以访问外部的 Web 服务，这个那非常有用啊。外部的服务有时候包含一些数据，包含一些这个网页，各种各样的，包含一些这个内部的这个，就是可能有些是企业内部啊。然后 GraphQL API。就是其实跟 REST API， 类似的，因为这个特点呢，就是说它比这个 REST API 呢更加灵活和高效，因为它这个就对同样的就 RESTful API 呢，它是就是说每次交付的时候啊，它这个相当于是比较固定，就是说对一个函数第一次访问的话，它这个所有的数据都需要，可能有些用不着。GraphQL 呢，对于同样的这个处理的话，它有些不用的数据就可以不用传输，就这么一个，实际上是对 REST 和 API 的一个性能提升。然后 WebSocket 的 API，WebSocket 呢是在 TCP 链接上提供的双工通讯协议。这个 WebSocket 呢，主要是就是传统的这个 API 啊，它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方式，WebSocket 的 API 呢，主要限制于在浏览器中，浏览器作为这个客户端进行这个通讯，作为通讯的时候，然后 SDK 这个一般的 SDK 因为很多，像这个都提供了，现在都提供了这个 SDK。其实 SDK 里面本身作为数据访问，可能也就上面这几种方式吧。gRPC 呢是跟刚才 REST API 相同的一种方式，这个它的性能呢也是比 REST API 的话要高一些。它这个 gRPC 的话，
它是用，或者在通信的过程中，它这个数据是二进制的，我就是给做成二进制通讯。二进制的话，它那个效率要高一些。然后像 REST 的一些，通常大家都用 XML 或者就是 JSON 格式，它这个数据都是明码，就是便于解读。这个 gRPC 呢，所以数据就需要预定义好，然后在通讯的过程中都是给加密成二进制，所以它的效率比较高。还有很多其他的这个 API 的工具集，我们看看这里面有很多这个工具就可以做这样的一些应用啊，做这样的一些应用，这么一些工具。然后我们看看它这个就实际的一些案例，它这里面这篇文章里面啊，就是给做了一些实际的案例研究，一个知识型闭集这种这个 hotpot QA。Fiverr 这样的一些知识，所以说我们以后用这个自主代理，可能处理的都是这种知识密集性的这种任务，所以这里有个参照的应该是不错的。然后后续我们会详细讲几期这个知识密集性任务中的一些应用。这个 hotpot QA 就是一个问答任务，其中通常呢需要从多个文档中获取信息，并进行推理生成这个问答，这个 hotpot QA 就是我们先看看知识密集型的任务是哪些需要深入理解、分析和推理的任务，通常涉及到大量的数据和复杂的逻辑。那这些任务通常用于评估机器学习模型在复杂处理复杂问题和生成准确答案方面的能力。所以说这个它的工作流程呢是从多个文档中识别相关的信息，然后进行逻辑推理，最后生成一个准确和全面的答案。其实像这个 hotpot QA 啊，它这个我们看看它这个出处是什么地方？hotpot QA 的这个这个应该是专用系统是吧？专用系统，专用系统有，这里有两处提到它，hotpot QA，然后那个还有这个 Fiverr 呢是一个事实提取和验证的任务。目标是评估模型在识别、验证文本信息方面的真实性的能力，所以这两个可能通常需要这个，配合着使用。我感觉就是你第一个，你就是首先我们从就是要能够评估这个，评估这个文本，我们从文本中读取信息，然后，要验证它真实性。第二个呢，就是如果验证没有问题，我们才可能用它进行这个推理任务，对吧？然后推理任务以后，可能再人为的去验证，做这么一个事情。它可以自动性的生成与验证，智能搜索引擎，用于企业决策支持，可以生成更准确、更可靠的业务决策。那这里还有一个实验与案例的研究，这个决策任务。决策任务呢，它这个是需要决策任务的概念是那些需要模型或者系统根据一组输入或者条件做出一系列决策任务。这些任务通常涉及到复杂的逻辑、多步推理和环境交互。对，就是这个。所以说这个类似于我们想做这个Motherboard 它那就是这种就是既有上面这一部分的内容，就是你需要从这个多个文档中读取信息，然后也需要验证这个读入信息的真实性，然后也有这个做决，然后再做决策。做决策的话，就是用于评估智能代理在模拟环境中执行任务或者做决策能力的平台，就是要根据指定的文档去做出决策。这个是对于智能语言模型应该是一个很大的这个挑战啊。
然后这里他讲了一个这个 F-word environment 这种因为，还有这个 Web Shop 是一个模拟在线购物环境的平台，用于评估模型在处理购物决策和交互的能力。这 Web Shop 呢，模型需要根据用户的需求和商品信息做出购买决策，并且涉及到价格比较优惠券的使用啊等等。决策任务呢，在实际中，比如说，自动驾驶啊，金融交易啊，这个医疗诊断系统啊，这个所以说，如果是做这个类似的系统，我们可以参照这两个系统来做。所以这个前半部分，其实我觉得像这个很多东西的，像特别是像医疗诊断，因为我们比如说这个知识信息来源于书本的话，那我们其实两段都是需要的。还有金融交易平台也是，如果你想依据某些书写的东西去做这个交易决策，那首先要对这个东西书写的信息进行评估，然后我们看编程与代码的生成，它也是这个自主交易。这个是自主，系统啊，因为我们前面讲了，就是这个自主的系统，它在某些时候它需要写代码或者这个系统，就是这个脚本呢、啊，脚本语，这个要明确编程任务，我们指定编程语言，环境或者库的信息也应该提供，然后呢，进行多任务分解。这个，然后语言和环境的这个设置，代码框架的生成，然后逻辑编写、代码优化，要做这个一系列的这个东西，然后进行为了便于维护呢，代码要进行注释。这个它的应用场景呢，就是说代码编写、这自动代码生成，然后审查和优化，然后教学培训，帮助编程者快速的学习、掌握这个编程语言。这里边代码编写生成这些具体的，我们在实际有应用的时候就告诉大家，就是也就是说，这个制作代理呢，他在做这一块的时候已经是可以独立去做了。我们看一看他未来的话这一块，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几块的业务，这个自主代理啊，它应该还是有很大的这个利用空间，利用空间，然后。但也会面临一些决策和挑战，我们只要逐步克服它，就能给我们提供比较好的这个服务。